不跟我耍花招，你也是安全的。喂。知道，琳达在哪儿？她保了我家人。我也不知道她在哪儿。朗涅夫先生的话你也听见了，找到琳达就能找到卢明松，在这一点上，咱们俩的目标是一致。先把车开出去。找个人来陪你。别嚷嚷，否则你们都会死，明白吗？我现在给你们俩说话的机会，不过时间有限，废话少说。小乔，听我说，听我说，冷静一点。什么时候玛丽还有你爸爸都会来救我们的？我爸爸，我想见我爸爸。他们会来的，一定会来。我想回家。你说过陪我看海贼王的，你说过的。好，回去我就陪你看。我想吃你做的可乐鸡翅。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。啊，好感人呐。不过你们可能没有机会。你要滚！老妈，老妈，你放开他！老妈，干什么？你放开他！老妈，闭嘴！你放开我！老妈，我没事。太君，杨小磊的手机找到了，但是人没在。下边怎么做，不用我告诉你吗？
保安大哥，能不能接你电话？我要打电话。好，行，这边。谢谢。喂。喂，熊叔叔，我是小暖。小暖。可我不知道我杨妈在哪儿。你现在在哪里？跟谁在一起？我现在在建设路的一个保安亭。你们回去救我杨妈，她身上有炸弹，再不去的话就晚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小暖，你别害怕啊，在原地别动，我马上派人来接你。好，那你们快点。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把小暖接回来啊！熊志，具体位置，我已经有人发给你们，赶紧去啊！好好好，定位这个号码。是，小磊把小暖给换回来了，现在身上还绑着炸弹呢。你女儿我已经放了，现在该你帮我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啊？说吧。要我怎么帮你？帮我出境。这个没有人能帮得了你。你想反悔？我唯一的任务呢，就是逮捕你。杨小磊，你什么意思？如果我把这个视频放到网上，你猜他们会怎么样？就算你这么做，你也逃不掉。不光是你，陆明松也一样。小叔叔，同志，小叔叔，小暖，我不知道他们放在哪里，你快去救他。我知道，小暖，来，小暖，你先坐下。你听我说，小暖，你听我说，我们都很着急，但是现在我必须需要你冷静下来。你只有告诉我们杨妈跟你关在什么地方，我们才能想办法救她。我知道。被关在一个屋子里，这个屋子就跟这个屋子差不多大。屋顶呢？屋顶有这么高吗？比这高，大概有4-5米。是民居吗？不是居民楼，也不是别墅，就是一个屋子，不像是那种办公室。在屋子里面能看到外面吗？有没有窗户？看不到外面，然后也透不过光。它的天花板和地板都是绿色的，它有个柜子是黑色的。我当时太害怕了，然后就……我要问他到底在哪里啊？哦，听上去像是储藏室，也像是杂物间。可你说哪个杂物间是绿色？左拐，左拐，左拐。熊志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是刚刚发布的，已经刷屏了。就是这个地方，我们方式被关在这个地方。虽然视频上显示炸弹引爆的时间还有4小时59分，但是通过刚才小暖的描述和他回来的这段时间来推算，咱们剩的时间应该不到4小时了。蔡鲁峰，这不仅关系到人民警察的荣誉和尊严，更关系到赣都1000000+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。我现在命令即刻成立联合行动组，动用所有可调动的警力，各警种全面配合，通知医护消防带兵，全程警戒，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找出炸弹，解除危机。是。警察，什么意思？不知道。你不是有警察朋友吗？你可以问问。老张，街上那么热闹，什么情况？街上那么热闹，什么情况？哎，兄弟啊，这事儿现在在抖音上和微博上
传疯了都，你知道吗？说这有什么人体炸弹？这市里都老重视了。英达不会那么傻吧？动静都那么大，把警察招来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英达到底在哪？听老师，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儿。我们俩已经谈好，他让我等他7个小时。等陆明松实验成功以后，他会把成果给我，然后我带着成果离境，耐心点等7个小时。他会告诉我他的位置。说这些没用。现在绑着炸弹那个是我媳妇儿，我现在就想知道琳达在哪儿。我要跟我警告你，我不管你们什么实验，如果我媳妇儿有事儿，你们都得死，信吗？什么情况？要关机了。赵队，怎么了？不对，这个视频里边的声音听上去闷闷的，这么大的环境还没有回声。杨队被绑着这个房间，很有可能安装了隔音材料。你接着说，如果这个推断是正确的，那我们就可以找声音实验室的专业人士来帮忙，他们可以通过音波反射的速率和房间的面积反推出到底是哪种材料。我们再根据这种具体的材料查一查，在干部到底有哪些场所安装了这种隔音材料，这样就可以缩小范围了。有道理，我现在打电话。老师，那个视频我看了，被绑的那个是我媳妇儿。你们有没有什么线索？我们正在全力以赴找呢。哎呀，这家伙这事儿闹得挺大呀。不是，你想一想，你媳妇儿有啥仇人没有啊？我闺女现在在哪儿？是跟她一起吗？咋的，你闺女也叫人绑了？哎呀，你们家得得罪多少人呢？我这执行任务呢，不跟你说了，撂了。就空间而言，后备箱的高约80，长是105，宽是135，初步可以断定是辆越野。车身长450，宽180，高是170，轴距280。头儿，这外壳上有反光，是黑色。越野车基本上都是这个款式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有用线索。是。你真的不知道林达在哪儿？我跟你一样着急，我不知道。好，那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事情。林达帮他拖延时间，但是现在陆明松很可能已经在飞机上。7个小时足可以让他去到一个我们完全找不到他的地方。那内夫对琳达没有兴趣，对我家人也没有兴趣，他感兴趣的只有陆明松。你帮琳达拖延时间，要是陆明松跑了，你怎么跟蓝内夫交代？如果琳达也骗了你，那我们现在可以信任的就只有我的警察朋友了。你可以试试。